哎呀，太热情了，惭愧呀、啊。怎么了？确实惭愧。是啊，马志明，都认识你、啊。何德何能？哎呦，让父老乡亲的观众朋友对我如此的抬爱啊！确实，有什么好的艺术？嗯，为大家奉献。是啊，是不是啊？对呀、啊，确实很惭愧啊。哦，别谦虚了。说实在的啊，从打2007年啊，5年前了，我搞了一次这个从艺50年活动、啊。对对对，从那儿以后呢，嗯，从思想上啊，就不是说是告别舞台啊，啊，就是有一种今后跟这个舞台要拉开距离了。啊，演出的次数要减少，尽量做点这个案头工作了，幕后了，精神啊，体力啊，嗯，都差。你别看我师哥尹笑生，还有刚才这位老师哥田礼和，对，这两位老先生老当益壮，体格好，我这个比他们差，是吗？哎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不随我爸爸。嗯、你看我爸爸九蒸九熟，嗯，照样老练。哎，你打不垮他？那是我随我妈。哦，哎，我妈这个心脏就一直不好。哦，这还有点遗传。哎，头8年的就搁俩支架。对对对，搁俩支架。嗯，去年的尤其是，哎，又堵了，心梗。啊，对，心梗又来一个搭桥。这大手术，您不懂这搭桥吧？打大腿上蹬一个血管，哎呦，把这开开，嗯，把这心脏绕三圈，好嘛，你知道，等于铺三条道啊，嗯，对吧？当然，哎，咱天津啊，啊，这心脏科心内心外，嗯，技术高超，我认为在全国那都得名列前茅，了不起，别不了，嗯，起死回生啊，是，哎，那技术高超。对对对，虽然说是技术高超，但是我这岁数啊，就开膛了。嗯，怎么这也得恢复几年吧？哎，那不是闹着玩的。最近这些年，基本上嗯，没怎么参加演出。哎，演出确实不错，特别是这种啊，所谓相声大会，这跟擂台似的啊，你这我就有点怵了。新节目啊，要求要新的。哎，这个段子呢，现在怎么叫新节目？怎么叫？头一回上台就叫新节目。哦，没人听过就行。演一次就完。那可不。现在网这通讯设备太先进了。啊，全能。哎，完了，啪一播，你明儿再演，我听过了。完了。所以呢，很难说。嗯。这节目能弄多好？是啊。哎，仗着都是。父老乡亲吧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您知道哄孩子，嗯，对吧？好，特别是要感谢我们的父老乡亲，天津的这个相声观众，嗯，对我们这个几代人啊，不是我一人啊，我们这几代人。咱们父老乡亲对我们的爱护和培养、嗯、对马家、哎、所以我们才能延续到现在，那可不是不是、嗯、马家相声到现在有120多年了，你这年头真不少，120多年呢，这还得说打我爷爷我祖父算起，哦，要是从我曾祖父我太爷算得有140多年，那年头更多了。哎，我们家有一特点，我告诉您啊。什么特点？我们家这特点啊。啊。别看那么些辈儿啊。嗯。一辈儿就一个干这个的。哦。我太爷哥仨，就他一人，马成芳，摔瓶，说评书。哎。嗯。干曲艺。对。我爷爷马德禄。也是哥仨，辈辈都哥仨。哦，都哥仨。养10个孩子，7个闺女。哦，怪极了，仨小就是怪啊。嗯，哎，我爷爷哥仨，哥仨吗？就他一个人说相声，也是一位。哎，啊，我父亲亲哥仨，嗯，俩说相声的。哎，这俩了，早早死一个，你瞧，落不住啊，还是剩一个，落不住，就得剩这一个。嗯，到我这辈儿，我爸爸仨儿子，
对呀、啊，八个孩子，八个，五个闺女。嗯，给你剩仨小子，多好啊！才接受教训啊！他们都别干了，都别干了，死活自个儿。哎，对不对？还是一个。对，嗯。我这后辈先往后都独生子了啊，都一个了，我们哥仨一人养一小子啊，也是仨的，哎，还是仨儿子，不管你怎么折腾、啊、也是仨，你看命里注定的、哎、所以这个就马六甲在十岁左右时候啊说过相声、啊、那俩根本就不干这个，你看还是一个、哎、而且还一点，怎么这每一辈之间这个年岁啊，这岁数距离比较大，哦，间隔的时间长，哎，嗯，我爷爷比我爸爸呀大32岁，嚯、哦，30多岁啊，32，嗯，我爸爸比我大31，也30多岁，他1914，我1945，啊、哦，可不吗？哎，大31，嗯，我比马六甲大36，好吧，这时间更长了，都拉的挺长，哎，哎，一生下来没有一懂事儿，他爸爸就是老头。你看看，对，就这种印象，对，别看源远流长，对吧？马氏相声源远流长，时间长，对，嗯，但是人丁不旺，哦，干这个的少，不是特别兴旺，嗯，每辈就一个嘛，哎、一个，而且这岁数拉得长，嗯，这就跟那上岁数的尿尿似的，是吧？哎，这怎么比的？这是还得前列腺肥大。不明白，没多大劲儿，尿不了多远，嗯，撕不出一尺二去，嘿，对吧？别看，您别看尿不远啊，哎，他这哩哩啦啦的，那时间还挺长，哎呀，不断溜，不断溜。可不、啊、所以得把身体保养好点，哎，注意点好。我这个儿子呢比我小36啊，那可不，从小我一想咱家没有做官的，辈儿辈儿没有当官的，是啊，做买卖的也不行，哎，那也没学过，又不是书香门第，哦，你说让这孩子干什么，干什么，起个名字马六甲，马六甲，为什么起这名，为什么还是憋着让他说相声，哦，有好处吗，对啊，马三立，嗯，这名字您记得住吗？好记。当初我爸爸叫马贵福，贵福，哦、我大爷叫马贵元。哦，这么排的。他是马贵福。啊、嗯，不想腕儿啊，名字不行。哎，人记不住。是，干脆把小名搁这吧。啊，小名三立，所以人听一次马三立记住了，这成了。我想给马六甲来这个，你三立，我六甲。嘿，哎，这个、容易出名。对。当时是憋这个，憋着让他说相声也干这个，哎，或者唱大鼓，反正干曲艺啊就行了。从小我给马六甲找一师傅，找师傅了，哎，拜个师傅，谁呀、啊？拜的是那个跟我父亲一块合作那个王凤山。哦，给三爷捧哏那个，哎，也是快板艺术家，嘴皮子好，王派，让他跟他打基础，对对对，算他入室关门弟子，对，最后一位。这王凤山呢，要从门户上说呀，啊，跟我们这是一师之徒，哦，师兄弟，哎，都是朱阔全先生的徒弟，亲师兄弟。王凤山是大师哥，哎，最大，当家还有几个，嗯，我是最后一个。哦，哎，马六甲算他的入室弟子。哦，算马老，算他徒弟。要从这个血缘上说呀，血缘，我是马六甲的爸爸，那没错，对不对？没人怀疑我儿子。要从这个门户，从这个封建的门户这种师承啊，师承这关系说啊，他师父是我师哥，等于我是马六甲的亲师叔。哦，这是门户房，哎，啊，后来呢，王凤山，王老先生病故了，故去了，完了，马六甲披麻戴孝啊，嗯，抱着盆还摔，对对对，很小啊，啊，应该的，哎，把他师傅给送走了，哎、啊，对，送走了，以后一提起这事儿，马六甲呀、啊，特别的难过，哦，还有点想法，感慨万端呢，是啊，一提起这事儿，哎，嗯，他说我呀。苦命啊，还苦命啊，怎么呢？
从小拜师王凤山，是啊，师父过世早，嗯，撇下我孤苦伶仃的。你看，幸亏呢，这个师叔跟婶子，啊，一把屎一把尿给我弄大了，孩子。是说相声的才高，也原打算让他唱大鼓说相声，多好！来，甭管怎么个原因吧，啊，哎，没考上，取消，没上了。结果阴错阳差呀，啊，上初中了，要不就没上学，上小学就完了啊。对呀，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找着工作了啊，也毕了业了，一直的就是19年没上台。那是是不是啊？一直就没干。嗯，这回让他上来也是啊。这个各位这个领导啊，还有主办人呢，啊，撺着他，让他非得上一个。也是，我说的根本就不行。我说这19年能上，甭说他，连我都够呛。也是，哎，所以说非得让我给他捧。嗯，我跟他说一段，我爸爸有遗嘱。是啊，当初活的时候坚决反对父子同场演出，还真没见过爷俩一场的。同台行，嗯，你在前面我在后边，这行啊。俩人站那儿爷俩逗，我爸爸不让，哦，反对这个，我也不给他捧。对，后来主办方啊就邀请这个这何云伟啊，叫他，哎，俩人临时来一个也不错，也未必怎么样。但是说实的，别看马六甲没干这个啊，啊，一直也在为这个相声啊、曲艺啊、什么小品呢、啊，也做一些工作，一直没离开。哎，今儿上的承蒙这各位父老乡亲对他的这个抬爱啊，啊，也能凑合上一场。关键是什么呢？是这个抢斗，对不对？客气了。好在啊，嗯，这曲艺啊，嗯，今儿我给您宣传宣传，在这曲艺跟相声，哦，没工作干这个合适，这行说相声这行合适，怎么是安全的？什么叫安全？绝对安全，嗯，没危险。你说不好，顶多俩人说完了，按我们行话叫迷了，哦，效果不好。咱天津又素质高，观众素质高，不可能下来，不下来，喊。这样肯定不可能啊，没有这个，顶多您没乐，没乐，俩人下就完了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他不像一个人唱戏的，嗯，练杂技，嗯，空中飞人，哇，高空踢碗，好，一个不注意，光摔下来，不知道摔什么样。哦，也许后半辈儿，嗯，唱京剧来个十签到甲，呵，三张桌子，武戏云里翻，好，下来扣钱不？呵呵，漂亮，嗯，弄不好，当。这脖子这一下高位截瘫，好嘛，一辈子瘫痪了，危险。那行业真不容易，那可够呛。说相声太平，是啊，说不好拉倒，嗯，绝不能我们俩说完下去腿折了。哎哈，不可能，没那样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至于。说起来还是这相声容易，相声容易就会舒坦。不对，还是很简单啊。其实啊，这个玩意啊，你这想法就不对。怎么呢？说相声的其实也不易着了。不易，这里头的酸甜苦辣你外人哪知道啊。哦，这行也不易，不容易。那你说干哪行，哪行哪业最舒坦？最舒坦啊，要让我说根本就没有舒坦活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嗯，当头，嗯，想法子啊，啊，哎，曲艺团来团长，不，哎，一开会他说了算，嗯，当不上这个，来相声队队长也行，也凑合了。哎，他说了算，他给你们分钱，他说了算，他说。你那意思就是当官好，是不是？那他舒坦呢？告诉你啊，你当多大的官儿，不也有人管着你吗？啊，是。除非过去呢，当皇上了，那行了，没人管，他说了算，别的白给。哎，是。哎，对，你说对，对不对？当皇上，哎，这家伙啊，嗯，谁管不了他呀？那是吃喝穿戴、衣食住行，恐怕都是最好的吧？对了，至高无上嘛。哦，要不怎么叫天子呢？啊，人家是老天爷的儿子。哦，你说这皇上是老天爷的儿子，没错。这话你信吗？信呐，瞎掰啊，瞎掰。
老天爷，这他当完皇上以后编出来骗人的。哦，合着全假呀？愣告诉我，皇上他妈当初怀孕时候做梦了。哦，那么太后当初做的什么梦啊？梦见呢，把天上的太阳一口吞肚子里去了。哦，人能把太阳吞下去？做梦啊，什么事都可能啊。你瞧，天上太阳啊进肚子了，再生出来天子。哦，合着天子是这么来的？哎，再不就梦见了吃了星星了，哦，吞了月亮。呵，反他生这孩子。不是皇上也是王爷，那可不，人家吃这东西好啊，不像你妈。我妈怎么着？你妈当初也做梦了，知道吗？那我妈做的什么梦啊？你妈梦见的吃狗肉。你瞧吃这东西，炖一大锅狗肉，嗯，吃一顿，吃完之后怀上你了，生出来一看起个名字吧，嗯，大黄。哎，没听说过啊。你这都哪儿的词儿啊？这个，哎，你小名不叫大黄吗？谁说的？哎，乳名嘛，你没那么回事儿。你看你这也不承认，这是承认的。大黄谁不知道？哎，这么说你问谁？前台后台你问，一提大黄都知道，就是你，对不对？你说怎么叫起来的？哦，怎么叫起来？你还问我呀？啊，这不都你叫起来的吗？我叫起来了，这有错吗？我头一遍叫的，那多新鲜呢！哎，嗯，你看，嗯，我还真没注意，我这人啊，做完好事我不往心里去。哎，你这还是好事儿呢？可不好事儿吗？这什么好事？这是给你起个这名，对你太有好处了。哪一点有好处了？你不懂啊！你别看你都白头发了，你不懂。怎么是的？这咱们有这老六，知道吗？什么老六？说生这孩子啊，稀罕他，哎呀哎呀，怕他活不长啊！哎，为长命百岁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起个贱名。怎么叫贱名？哎，就是小猫啊，小狗啊，狗剩啊，哦、狗蛋啊。哦，明白了。啊，据说小猫有九条命，嗯，代表好成活，是这意思吗？好活呀！你看你看，哦，这么意思。在封建社会时候啊，男尊女卑，这都知道。妇女啊，没地位啊。啊。他的前途是什么？相夫教子。哎，对了，孩子有出息，嗯，母以子贵了，嗯，哎，他就露脸了。那可不。为什么当年啊，老人年间凭这个八大贤母？哎，这词儿我听过。八大贤母，你知道都谁吗？我说不上来，但我知道有这词儿。反正我也说不准，是吗？据我听说呀，啊，八大贤母，第一大贤母哪位？孟母。孟子我知道，那是圣人。孟子的母亲，嗯，行为第一，头一号。昔孟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。有这个。孟母三择邻，教子有方。三字经就有。孟母好，第一大贤母。哦，头一位。第二位说谁呀？谁呀？岳飞的母亲。哦，岳飞那是民族英雄。岳飞的母亲对岳飞要求太严了。没错，亲手在他这后背上啊。刺了四个大字，说学逗唱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还有别的吗？不是，精忠报国。这个人精忠报国，刺着疼着呢。嗯，精忠报国。对，岳飞的母亲第二大贤母。哦，第二位。还有周玉吉的母亲。周玉吉，不知道你们曲艺团有这段啊？哪段？京韵大鼓。嗯，宁武官。哦，别母乱箭。哎，又叫一门忠烈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就说的是这个。哎，周玉吉，周母，周玉吉的母亲贤母，也是贤母。还有《三国演义》里头有个徐庶，徐庶，徐元直，我知道。徐庶进曹营，一计未发，有这段。哎，他是贤母啊，他也是。哎，还有这个吴汉的母亲，我知道吴汉杀妻。哎，贤母，贤母，《东周列国志》啊，《东周列国》里头有一个专诸。专诸刺王僚那个，哎，专母，专母，他母亲也是贤母啊。京剧《草桥关》，草桥关说的是姚琦，
哦，姚母，姚琦的母亲贤母，也是贤母。还有洪承畴的母亲，哎，我知道洪母骂仇嘛，这不是八个了吧？哦，这么八位，八大，这是封建时代啊，提出来八大贤母。对对对，当今这个社会，那人才辈出啊，英雄辈出啊，那可不要评贤母啊，啊，那就无其数了，那有的是。现在男女平等，就不评这个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反正我接触到的啊，我周围的人，我认为够得上贤母的有吗？莫过于皇母。皇母就是皇族民的母亲。哦，贤母，我妈呀。嘿嘿嘿，哎啊，我妈怎么能够上贤母呀？足够，是目前来说，哎，皇母足够，贤母啊。当然了，你要说这皇母跟这孟母非得并驾齐驱，俩人一样，也许我说过了。哎，那可不敢比啊！起码你母亲不次于岳飞的母亲。岳飞，哎，岳母刺字吗？是吧？哎，我又没刺过字。你没刺过字，你妈也是岳母。哦，我管你妈就叫老岳母。一直就好说，我管你爸爸叫老丈人。怎么出老丈人了？废话，什么叫老岳母啊？不是，在我眼里头，嗯，你母亲不次于岳飞的母亲。哦，这么个意思。哎，当明白明白了。贤母，当然呀，啊，你父亲那老头，嗯，也是德高望重，是吗？你父母很受我们这些人的尊重，真的。我代表我们哥几个啊，向你父母表示衷心的祝贺。哎呦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！祝你父母二老是多福多寿，太好了。祝你母亲福如东海。多会说话。祝你父亲寿如泰山。好，你父亲的寿数比泰山还要高。哎，比不了比不了比不了。泰山泰山啊，我管你爸爸就叫老泰山。哎，就这么好说。我管你妈叫丈母娘。怎么又出丈母娘了？废话，你以为我不懂啊？啊，那泰山就是岳父。哦，打钢头就憋着当我们家姑爷是怎么着？不是我，嗯，我有这愿望，你们研究，你们要同意，我这责无旁贷，我愿意。你呀，哪凉快哪待着去啊？哪的事儿？你这都开个玩笑，这不是吗？你别玩笑。按我们相声说，这叫支岔了。甭支岔。刚才说这黄袍加身，一下给支出去了。说正事儿，咱还收回来，还说这皇上这天子。甭，哎，说皇上这，这天子啊，皇上他给自己说，我是天之骄子啊。对对对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告诉人们啊，他当皇上，理所应当。嗯，哎。大家都得听他的，受命于天。对，让老百姓谁也别和他比。对，哎，谁能跟他比啊？没人敢。先说皇上有多少媳妇儿，你说说。好嘛，皇上有多少媳妇儿，那可不好说。啊，我就知道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全是他媳妇儿。三宫六七十，多少？八十一个，你算吧。嗯，一个人，啊，娶八十一个，你看这东西啊，嗯，其实也挺了不得。哎，知道吗？什么？知道吗？什么？我就一个媳妇儿，哦，这不废话吗？就一个，哎呀，这一个还老跟我别扭，哦，哎呀，折裂，哎，折裂，最近这不又怄气了吗？又闹了，一跺脚走了，回娘家了，走了。其实娘家老头老婆都没了，嗯，住舅舅那儿，就是不回来，躲了。哎，我气的，我又惹不起，我得想法子啊，托人翻翘把他请回来啊。那你接去吧。但分我要俩媳妇儿，我至于受这个？对呀，啊，你有俩媳妇儿就犯法了。我俩就犯法了，多新鲜呢。那皇上他一人八十一个，你说这没告诉你，别跟皇上比，真不能比呀，啊，嘿，没法比。哎，这是封建帝王，这玩意真骄奢淫逸，那是，而且惨无人道啊。怎么叫惨无人道啊？他娶那么些媳妇儿啊，怕戴绿帽子。哦，这皇上也怕戴绿帽子，是更容易戴了。哦，媳妇儿多嘛，怎么办呢？嗯，那么些媳妇儿啊，嗯，他把他周围所伺候他的人啊，周围为他服务这些人，人为的给他制造成太监，还真这样，多缺德呀！这是够呛，好好一个啊小伙子，嗯，变成太监，太狠了，太损了，够呛，太混账了。哎，而且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。您以为够了，差远了还不行啊。哎呀，一高兴，嗯，跑到民间，哎哎，还要
调戏调戏妇女，真有这事儿？你看这会儿，他调戏妇女啊，这不坏事吗？可不嘛，美其名，怎么着？这叫什么？游龙戏凤，嘿，干完缺德事儿，你看还美化了，这名多好听，还游龙还戏凤，美的他，还他就那样，像我这就这样，哎，是差点，太不公平了，有点距离，不公，不公哈，我想不通，不是，我想不通，你甭想不通啊，你是不是还有点嫉妒啊？怎么嫉妒呢？你看我痛恨他，我恨他了，这你痛恨犯得着吗？怎么？那么些个封建帝王来，你痛恨得过来吗？告诉你，全那样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全那样？可不，你这话也不对。怎么不对了？哎，不对不对，我认为要当一个好皇帝，其实并不难。是啊，当然了，你要爱民如子，能不拥护你吗？对呀，你得给百姓办事。有道理，是不是？哎，如果要让你当了皇上，你一定是个好皇帝吧？你行，说的头头是道，通情达理，多好！哎，啊，你这提法太好了，好不好？太，你是伯乐，我算伯乐吧？伯乐，嘿，慧眼识人，你就算皇上了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那可不，你真是，对，说的太对了啊！我要当了皇上，怎么样？英明君主。没错，一代明君，模样就像。我得给百姓们办事，好样的！哎哎，你说说吧啊，你给老百姓办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第一件事就是游龙戏凤。你听听，你这都像话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？哎，不是，你上来就游龙戏凤啊？不是，你这哪还这样的？口误啊，口误！这刚才啊说这词儿，哎，挺华丽的，挺好听，你知道吗？就在这嘴边还没忘呢。这刚一张嘴，哎，他出来就出来了。哦，说错了，哎，说错了。想好想好，能干这事儿？哎，我说也是呢。我该办的事太多呀。啊，想想我也得捋捋啊。哎，当务之急，最先应当办的是什么事儿呢？先把媳妇儿接回来。呸！怎么了？这是成心气我是吧？没有啊，我先把他接回来。啊，他跺脚就走了，我求着他。啊，现在我这样，我皇上他还来，他有脸来吗？他求我，我也不要他了。哦，这就不要了。哎呀，不要了。哎呦，我得解决个人生活问题了。不不不不不，不对了，不对了。你不是要给老百姓办事吗？别忙啊，别忙啊，先放一放。哦，这得放一放了。放一放，事儿太多呀。啊，哎呀，修齐治平，你懂吗？什么意思吧？修身齐家。治国而后平天下，这齐家在治国的前头，得先有后。他倒有的说，哎，我得先选妃子。怎么着？选妃子？哎，我选多少个妃子比较合适呢？还多少个合适？哎，您不是一代明君吗？啊，一夫一妻不就完了？一夫一妻，那多好啊！皇上啊，对呀，一夫一妻啊，皇宫内院那么多房子啊，我们俩人。出来进去，瘆得慌。哎，瘆得慌，是显着少点是吧？那可不。哎，要不这么着啊？你娶仨媳妇行不行？仨，仨，仨都多大岁数？来俩五十的吧，再来个四十五的，行吗？这岁数太大了。好，俩五十，一四十五，这不跟你这岁数不得般配吗？这么大。这都在更年期呀、啊，坐不下胎，生不下太子来了，好嘛，还憋着要太子，岁数太大呀，不是要太子，饶俩小的，什么？再饶俩小的，你这买苹果来了是怎么着？还带饶俩小的还？不是，我得传宗接代呀，仨不够，仨不够，仨嫌少是不是？少点，少点。你干脆，你也老规矩啊，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你也来这个行吗？成亲好，怎么着？呸，嗯。让我来，我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啊，我一代明君，英明君主，我跟那封建帝王都一样是吗？还不能一样？灭我吗？哎呦呦，我怎么能跟他们一样呢？那怎我怎么着得比他们少？哦，那我明白了，得少，那就对了啊。那么你说说，打算选多少？他们都多少？他们都八十一个，我来八十个，八十，差不多。嗯，合着就少一个呀？什么叫少一个呀？这不八十一个？唐明皇知道吗？后宫佳丽三千，
啊，对，都他三千，我八十，这还多呀？真是哦，这么是不多了。这八十我是这么颠沛啊？哦，怎么颠沛？来40个外国人。外国人就现在眼界开阔了，交通也方便呢。一国来几个，一国来几个挑，哎，凑40个啊，各色人种还全都要呢。哎，来40，你瞧瞧，那40个呢？人家中国人啊，中国的，中国人。那好，行，这个标准也很简单。什么标准？俩字，漂亮，漂亮。这没问题，这我得亲自挑选，当个大事儿。用不着，我得，用不着，这事交给别人办就得了。别人办呢？交别人啊，一人一眼光。你看着好，我看着不一定好啊。啊，有道理。教别人他容易做手脚啊。你看还不放心，这我就得亲自挑选。亲自选，仔仔细细的啊，挨着个的看模样。对对对，看头发。哦，头发也看。哎，看眼睛，看牙。哎，量身材。哦，还量。量身，我最注重身材。啊，对对。我随时随地，我脖子上，哎，我老挂着皮尺。哦，你老挂着皮尺啊？皮尺，那么看您不像皇上，我像裁缝，做大褂那个。那可不，人家就挂皮尺嘛。我得量着，我注重身材。不是，这种东西 啊，皮尺您甭挂啊，我给您挂着行不行？你挂啊？你会量吗？我当然会量，这好办呐。啊，拿过来就办啊。胸围40，腰围50，臀围60，大腿行行，别量了，别量了。越来越粗，这什么身材？这都是啊！不是，这就是打个比方，总归咱是选美，选呗，选美啊！你在哪儿选？哪儿选呢？和你就在你们天津市曲艺团里选上，还能上哪儿、啊？那别费那劲了，甭上那儿选去啊！全社会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哦，有哪儿是哪儿，只要漂亮，身材好。选、哦、哪儿都可以去，当然了，那就好办了啊！那这么着，把这事交给我，我保证让你满意，还不行吗？交别人不行，交你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可以吧？哎、可以。你看，说实在的啊，大黄这人，你对我不错，了解我挺好啊。我这皇上就是你出主意让我当的，那没错啊。哎，啊，你算是开国元勋，你听听，有功之臣呢、啊。了，哎，我也不能白了你，那怎么办？我也有心呢。啊，是，听风，要封官了，还跪下吗？哎，用不着啊。我先听听，给我当官，对不对？我封你为内务府大总管。啊？哎，我现在就算大总管了吗？做官啊，有品级啊。那没错，十俸禄嘛。我得算几品？你来个4品。4品啊？小点吧。4品还小啊？你。你不跟别人接触，就跟着我、哦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、啊、这倒是有皇上我给你做主、啊、你还怕谁呀、啊、那我谁也不怕了，打这儿起你就是那个小德章，小德章安德海，你听听，你就是我的李莲英，多大权力，崔玉贵，这下我等会儿用你，等会儿您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、嗯、您刚才说这几位怎么全是太监呢？啊，对，得用太监啊，得用太监，得用那完了，那我干不了了。怎么着？那我又不是太监。啊，好吧，你可以到医院做手术啊。现在这医学很发达，就这手术啊，这手术很简单，门诊就做了，甭住院，知道吗？打上点麻药，不怎么疼，还不怎么疼。疼也不行，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你刚还说了，这设立太监，这是最残忍、最缺德、最混账、最不是东西，这不都你的词吗？你不刚说的吗？啊、没办法，我是说了 啊，这你说没说？问题是，我也有我的道理呀、啊。不是你有什么道理啊？你忘了我是皇上啊？啊，那没错，我3宫6院71嫔妃了，那叫72嫔妃，我比他不少一个吗？那行了，你把那加上吧，不在这一个上。加上我这么些媳妇儿啊，我又离不开你啊。是，他你要不是个阉人，这玩意儿怎么着我也不放心的。好嘛，他还不放心我。别犹豫啊，赶紧做手术。赶紧，不是我不去啊啊，我担心他这种手术医保不给报销。还管这个呢？真的。你跟人说你走计划生育没问题，知道吗？缺德不缺德呀？你这哎，听我的没错，听我的没错。嗯啊，表彰啊，为了表彰你的忠心，
怎么着？我可以考虑给你加官进爵，还给我升官，涨一品，涨一品，涨一品。刚才说好了，可是四品，四品来五品，那行，这都不像话啊！怎么越长越小啊？怎么了？四品得改三品哦，三大。哎，对了，五大小，那可不，三品就三品，哎，三品得了。那么交给你了，交给我，替我选妃子，没问题。妃子选完，我经过验证之后，我这么一高兴，该给老百姓办事儿了。别忙啊，先放一放。怎么还得放一放啊？我得把食谱定下来呀、啊。怎么还有食谱呢？我每天吃什么？我这么些媳妇儿，嗯，不保养身子行吗？啊、哦，有道理，对不对？这好办啊、嗯！不食谱这事儿吧，我给安排不就完了吗？这你分内的事儿啊，我管，就得你管，我管我管。哎，记住了啊，什么药补不入食补，这我懂，懂吧？放心吧，啊，我每天都在你那饭里给你加上人参啊、鹿茸、海马、呸、熊掌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嘟，又来了，你这个大胆的烟货，哎，我这就成烟货了。你要害死朕不成？我没那意思啊！我告诉你没有啊？药补不入食补啊！啊，是啊！你说你每天给我吃什么？啊，饭里还加什么人参？还什么鹿茸、海参？这愣补啊？这多好啊！直接补，我受得了吗？不是，那怎么补呢？慢补啊！慢补，间接着补。不，怎么叫间接着补？哎呀，笨的！你把那鹿心见过？我知道那东西有营养。哎，鹿心切成核桃块。哦，这么大块，就那么大块。拿它喂鸭子，喂鸭啊！这么好的鹿心就喂鸭子了？甜鸭，让它吃，愣甜，让它消化，还吃、啊、消化。哎呦呦！哎，等它消化完了，啊、把鸭子宰了，烤，烤的我吃烤鸭。哦，喂吃这鸭子、哎、啊！明白了，明白了。燕窝呀，鱼翅啊，啊，剁碎了。喂鸡，当当当，喂鸡了，哎，让鸡消化，消化完之后我吃鸡肉，明白？海马呀，嗯、熊掌啊，怎么样？就拿它喂狗，哎，全糟践了。让狗消化完之后，我吃狗肉，哎，这可不行，皇上，怎么了？我听说这狗肉可是最上火，啊、上火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哎，我有好药，有好药，我有权利，我有好药，什么药？牛黄啊，犀角啊，生地、丹皮呀、啊，薄荷呀、啊，冰片呢、啊。樟脑、麝香，这药拿来烘干了，研成细末，白开水调匀了，喝下去，大凉。你说多大火？全下去，没问题。不行啊，皇上啊，那要那么喝，那就太凉了。哦，伤了您的龙体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哦，这要依我说，这个嘛，嗯，也得间接着凉。怎么间接着凉？你看。你把刚才说那个像什么牛黄啊、犀角什么生地呀、啊、丹皮呀、啊、薄荷、冰镇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啊，你给我喝下去。哦，你喝，你等我把它喝完之后，我把你吃了。对了，不行啊，你不能吃我呀。那怎么间接着？你呀啊，等我把它消化出来，啊，烘干了，研成细末，白开水调匀了，您再把它。给你灌进去，又回来了。这个你甭发坏，知道吗？这药我自个儿掐好量，还是直接喝，用不着你。那我不管了，我主要得益寿延年。哦，还想长生不老？不过这事儿你干不了，我不行，交给科学家先研究。哎，等我把身体保养好了啊，我这么一高兴，该给老百姓办事儿喽。别忙啊，先放一放啊。对吗？他说你要逗哏是怎么？您抢话了？那都啊！你都说好几遍了，这回可说错了。我说错了，说错了。对，我真得给百姓办事了，真办事了，真得办了。那你一说说办什么事？首先我要调集全部劳动力，哇，这么多人！我要重修圆明园，好呀、啊，修成世界第一。等会儿不怕花钱？不对。你这重修圆明园怎么叫给老百姓办事啊？废话，叫他们来干活白干呢。管吃管住还给点工钱，嗯，对他们有好处啊。哦，这么个好处。修好了圆明园啊，我住进去。哦，叫点大鼓、单弦、坠子、石调。嘿，我还最爱听河南坠子。你听，嗯，哪有你听的份儿啊？哎，我怎么不能听啊？你是内务府大总管呢，你有你的事儿啊。那我干什么呢？你要替我严密监视朝廷的动向。哦，为了保住我的江山啊，对那些个叛臣贼子怎么样？
你可不能手软。哦哦，宁可错杀一千，嗯，不能放走一个。别这样，无论如何，嗯，得保住咱这台口。还台口？对那些不听话的、啊、能耐大的、上台演出效果比我好的，狠狠的打击。好吧，还是说相声的。和尚不行，我宰了他。哎呀，这得弄死他。行了，打住吧。下岗。行了，给他拆对。行了，打住吧。你可太厉害了，还弄死他啊！你跟那些封建帝王你没什么区别。别这样说话，别这样说。你刚不还骂皇上混账了吗？我这不当不上皇上，我就骂他混账。那你要当了皇上呢？我比谁都混账。是啊。